非常感谢，咱的这两位委员执行口的吼，这个张秘书来话当吼，带领着咱的委员会，即马来欢迎着咱台南市大甲长黄伟哲市长来祝福大家。谢谢，咱啊，正统罗立门、谢宝标、王淑仪、咱台南市会会议长，也欢迎咱委员以及咱的桂新华议员。 以及咱的王景德议员、李宗盛议员、黄立昭议员，以及姐姐、东光贵宾、叶局长、严局长，各位好朋友啊，各位委员，各位在现场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讲短一点，大家赶快看烟火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啊，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啊到现场的，以及在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。 各位以及在中国大陆老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诸事大吉，猪年行大运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我们的市长，谢谢。